原标题：俄罗斯已向越南交付 T-90SSK 坦克。俄罗斯已向越南交付 T-90SSK 坦克。据本站2018年4月1日综合报道， 3月28日，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FSVTS 证实，莫斯科已向越南交付64辆 T-90SSK 主战坦克 MBT。 一名消息人士称，2016年签署的 T-90SSK 主战坦克采购多方合同已按照原定时间表完成，合同中的所有财务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越南的坦克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已经接受过培训。 T-90SSK 主战坦克分两批交付，每批不少于30辆。第一批于2018年12月交付，第二批于2月下旬抵达越南。越南陆军已接收装备有接触负 5LNTAKT 爆炸反应装甲和炮塔式导弹对抗系统的 T-90SSK 主战坦克。2017年7月，越南新闻机构证实，河内采购了64架 T-90S， 其中包括未公开数量的 T-90SK， 并指出此次收购将由莫斯科提供的信贷资助。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白林